星空三呢？做到太入迷了，忘记进回来哦。星空三没有进回来呀、啊，他做到太入迷了。好了，来大家，我们一起看简答，OK？video 开回，大家准备写一下，video 开回，准备写一写，OK？好，OK，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。所以他说，这里他说 RTQ 是，看见这 RTQ 是直线来的，T 是 RQ 的中心，会看吗？T your latitude 等于 RQ，T is the midpoint 就是中心啊，of RQ 也就是说哦，这里等于这里有啊，T 是 RQ 的中心，看到吗？OK，然后他叫我们找 RQ 的长度，有两个题目啊，这里第二个他要我们找 y，说 y 是角度来的啊，OK，所以我们要找 RQ 的长度，RQ 的长度会找嘛？根据刚才我们写的三四五，OK，你有抄吗？五十二十三，七二四二五，我顺便给你复习啊，你顺便复习啊。八十五十七，OK，sin、cos、tangent，用来对照一下，or、啊、or 啊，OK 啊，OK 好。根据该我们写的三四五，你看到吗？三四五了，很明显这是四了。不过我们写给他啦，OK？说、so, 我写这边 RQ，我做这边啦，RQ，哎，不要写 RQ 先，我先讲 TR 先。哦，我可以找到 TR 对不对？是五减三吗？哦，长减短，方小而方 square root 四了，OK？所以呢，RQ 啊，就是四乘二来的啦。阿 Q 找到了啊，OK，这是说是八啊，整个，这个大家有问题吗？这个你们找到吗？这一题，OK 哦，OK，我们要找 Y，要找 Y 的话呢，要看这一个三角形，大三角形啊，我们写它的 OAH 出来好不好？OK，等下啊，开个 chat 进来，好，我们写它的 AOH 出来啊，说最长那边是 hash，整个啊，这个啊，整个是 hash 啊。OK，哎呀，很丑。Y 的对面是 O，然后最后一个边是 A，看到哦，看到哦，AOH 看到啊。好，这里 O 有了嘞，他讲这里等于这里，这个是五来的，哈，O 是五，H 知道了啦，H 是八，对吗？你看四跟四不是八咯？我们有两个了啊，已经可以找到 Y 了，我们不用这个 A 了，只要两个边就可以找到角度了。所以有 O 有 H 就是要用 OH 就用 sin y 等于哦 O 在上面，H 在下面，要找到 y，你不要全部都拿来做 shift sin 啊。现在是因为还要找 y，如果他要找 sin y，你就不用再做了，已经是答案了，知道吗？现在还要的是 y，你就 shift sin 哦。OK，如果他要 sin y，你刚才已经是答案了。现在他要的是 y，你就要搬那个 sin 过来。OK 啊，这个按到什么答案对不对啊？大家 double check 一下，是不是啊？有没有问题啊？有没有错啊？我要按一下，是不是这一个？shift sin 五和八，OK 三八。点六八，哎呀，怎么会歪掉？三八点六八，对吗？圈一下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恩童，这一题你做到吗？哎，我想安静了。哦，OK，OK。
Yes 啊，OK，尽量啊，大家有错还是不是很会啊？跟我讲，给我知道，我看一下怎样帮你。OK，再来呀、啊，我们再看啊，仔细的呀，再看一下，Dungeon X 等于这个，这是他给的啊，他给的东西来，我用蓝色写啊，看他给的可以帮到我们找什么咯。OK，不用进位啊，这个因为六八后面是二，二不用进，五才开始要进。你看到吗？六八后面是二哦，二不用进。OK 啊，所以这个我要用蓝色画给你看，因为哈，现在讲到 x 嘛 就讲只看 x 的三角形就好了。佳琪知道吗？他讲到 x 哦，这个他给的哦，我们只要看 x 的三角形就好了，而且要拿有90度的三角形啊，不要看另外一边啊。啊，这个我圈的东西哦，就看这个三角形就好了。OK，根据这个三角形 AOH。我们写下去先，最长的边是 hash，这个角度的对面是 O，最后一个边是 A，OK？、Okay? 然后他说，你看这个四三这边没有哦，就讲我们要写出来了啦。好，用它的来找先，tangent x 写一轮先啊，等于4%。你看啊，这边呢是他给的，题目给的啊，他给的，OK？我们在左手边。写我们做的，我们坐在这边，我们坐在这边啊。Tangent x 哦，tangent 在这边，你看到吗？OR 对不对？O 在上面，O 是12，R 在下面，R 是什么啊？BC 啦哈，你写 A 也可以，你写 BC 也可以，明白吗？A 是五，H 是13，A 是哦啊，对啦，很好，对对对，阿金。啊，这个哦，所以我就这样写啊，OK。现在我要找 BC 哦，因为你猜到五跟这三了，是不是？你是借用这个对吗？你看啊，啊，对对对。但是这个如果我们做出来怎么做啊？这个呢，我教过你，我如果你不会呢，不要紧，交叉乘。这个哦，你可以这样交叉乘啊，这个乘这个放一边，哦，五三十六，OK。然后呢，这个乘这个放一边。如果你熟了，你用你方法做啊，这个啊，OK，四乘 BC，四乘 BC 啊，所以我要找 BC，就是要36除4就找到 BC 啊，乘 BC 搬过来除 BC 嘛，是不是？可以按出来啊，这个9来的，诶，是吗？哈，哦，sorry 啊，啊，进错了，4936啊，OK，说不能全部都用这个来猜，因为它其实是第一组来的，9、12、15来的，说 A 跟 H 不一样，OK，我们找到 BC 是。九了，看到吗？这一个啊是9 cm，BC，Yes，cm，OK，OK，对对对，要写 cm，嗯，因为是对呀、啊，不用查，可以对哦，呵呵。然后哦，我们要哎，BC 找到了咯，这是第一题了咯，OK，啊，看到吗？这是他做法，OK，接着啊，现在他要我们找说这个 setter 啊，OK，换一个卡了。现在还要我们找 y，他要我们找角度啊。好，y 的话，你们发现？注意啊，佳琪，陈恩，人家注意啊，这个三角形不能用啊，因为这里没有90度，你们看到吗？好、哦，金，这个不是90度，没有诶，没有90度，不能用。所以我要怎样？我要将整个用，我要拿来这边，要看整个这边，这边。这边啊，y 的三角形要看这整个红色，看到吗？这样有没有90度啊？有哦，看到吗？有90度了，这个就是那个90度，有90度就可以用 sin cos tan 了，明白吗？OK，说、so, 这个红色三角形的 AOH 要写下去，最长的边 hash，OK，y、okay? 这个角度的对面 O，说、so, 下面是 A。OK，这个整个啊，B 到底是 A 啊？好啊，这第二题啊，要找 Y 的话，我们要两个边，这个有12了哦，还有一个我们没有嘞哦，要怎么办？你们可以找哪里？他有讲什么嘛？怎么这题没有讲呢？哈，这里没有讲哦，他也没有讲 C 是这两个的中心哦，是不是？这个 A 到 D 还有给吗？好像真是没有吧，真是有吧，这个真的。就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嘛，这个就算知道了15啊，也是找不到啊，对不对？没有这边，
确实。等下我再看啊，我没有漏掉东西。B C D Garis Duros B C 找到了，no OK 有 bug 这样的话，我们要加多一个东西啦，OK C 是中心啦，除非 C C 滴滴等啊，OK 加一点点东西啊，不然呢确实是做不到。哼，C 是滴滴等啊，C 是 midpoint。我们加这个啦，OK，这样的话可能有小数点了，不要紧啊。OK，可以吗？大家？OK 啊，所以如果 C 是中心的话呢，哦，就是讲这里九，这里也是九啊，哈，我们知道了这个整个是九跟九，18了哈，我们这样来做了，OK。现在如果要找 Y 的话，哦，有两个边就可以了，有十二，有十八，OK，可以做了。OR 看到吗？O 跟 A 有了，用 tangent。O R O 是十二，A 是十八，Y 是 shift tangent 啊，要按 shift tangent 啊。shift tangent，你要十二十八先略减减也是可以一样的答案。有啊，33.69度。哎，他要的是 y，就这样。给他洗完剪了，给多你1分钟。写了，写了，消化一下。我们看多一题。OK 啊，擦了啊，我们看多一题啊，OK，它是 K 八题，不过我记得上次好像也是有问题的这一题，不要紧了，一起看一下，OK，其实是一样的了，OK，它 K 八为什么 K 八呢？OK，不要紧，我们一起看啊，这个啊，OK，他说 the tangent DAE，OK，这个注意啊，如果他给你这样的角度哦。其实你看的是中间那个，对不对呀、啊？谁不懂呢、啊？这是最后一个机会啊！谁不知道这是 form one 的啊？他这样讲三个角度，你要看是中间那个、啊、DAE，可是 A 哪里嘞？这边还是这边还是整个嘞？就要看 D 跟 E 哦咯。DAE 就是这样，从 D 哦 D 去到 A，然后去到 E，所以 DAE 是中间 gap 在这边，看到吗？他讲这个的 tangent 是52。说、so, 你看啊，这个红色的三角形，现在我们可以看它了。OK，小心啊，这个。OK，我们可以看它。你看这一个红色三角形啊，AOH 写出来先，hash 最长那边哦。角度不要看这个 x 啊，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是 a 啊，它的对面是 o，说、so, 这边是 a。根据这个 tangent 所给的哈、啊，它给了5跟12，你看到吗？其实。这个是十二来的，确实是对了的。你看到哦，因为这是正方形啊，大家看到吗？我知道 K 吧，为什么 K 吧了这样的话哦，十二对了哦。说、so, OR 啊，OA 啊，这个是 O 对吗？因为它用的是 tangent 嘛，下面是 A 嘛，A 十二对了咯，你可以直接填了，O 就是五了啊，它没有双倍、三倍、四倍没有，看到哦啊，这边我们也可以填了，这边是四来的，是吗？OK 哦，好，还有什么东西要找啊？52，这个就是13啦，哦，这个肯定是13了啊。如果有需要找，我们再找。现在他说要找 EA、EC、EB、EA 找到了啊，EA no problem 啊，大家我写这边先啊。第一个东西，EA 等于，当然我们写给他了，端加端啊，方 square root 13来的，OK，EA 找到了，EC、EB。
EC 有吗？哈，E 到 C 哦，E 到 C 找到了哦，E 到 C，五加四9 cm 到 EB 啊。So EB 是这个斜线，So 这一题可能我需要到，哎，怎么要用这卡？我要用蓝色一下啊，我需要到另一个三角形了，所以我用蓝色画出来。啊，EB 是这一条线哦，这一条线我肯定需要到另外一个三角形，对不对呀、啊？看到哦，OK，也没有什么，这个也是容易找，用 Pythagoras 罢了，是不是？你看到这里是九了吗？下面是十二哈，啊，九跟十二你就找到另外一边了啦，OK，EB 是。短加短了哈，九加十二方小二方 square root 就有答案了哦，几多啊？EB 九十二十五是吗？因为是这个乘三哦，整个，所以这个乘三九，这个乘三十二，这个乘三十五，对呀。OK，长度找到了，最后一个题目，它叫我们找 x，我需要擦掉了上面。他叫我们找 x 啊，看清楚啊，x 要用哪里？找到了啦，x 也是，看到 x 要用哪里吗？要用红色三角形，对吗？哦，不过要小心啊，如果我们做 x 的话，哦，OAH 不一样了啊，因为刚才这个 OA 是根据这一个角度的，现在这个角度我要擦掉，我要如果根据 x 啊。这个 OA 我也是要擦掉，OK？因为它的 OA 有点改变，根据这一个 X 啊，OK？你找给我吧，现在 OA 啊，OK？你找给我最后一个，他要我们找 X，大家啊，你们找啊，OK？不重要的东西我给你擦掉它了啦。我们要找 X 啊，找 X 给我，X 是一个角度来的。OK 啊，大家可以吗？Type 答案给我啊，X 是什么？用这个三角形罢了。OK，Type、okay, 答案给我。OK，收到一个了，再来。Next，大家 Type 答案给我啊，心仪、陈恩、Anthea、Jean、佳琪，这一题用 tangent。五跟十二，你看到吗？这个不用看了，因为没有嘛。我们要两个有的，OA 吗？OA 就是 tangent。OK，写 tangent x 等于，然后按答案给我。x 啊，因为是要找 x 啊。OA，OA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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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OK，全部人太单给我啊，最后一个了啊，这个今天的最后一题。佳琪再 try 一下，要按 shift，因为要把那个 dungeon，要按 shift，大家因为要把 dungeon 搬过去，再注意一下啊。注意一下有没有按错啊，阿金。我收到阿金、阿心怡、阿佳琪跟凯乐的了。OK，Andy 的了，我也是收到了。陈恩，OK，好。所以啊，
你要把 dungeon 搬过来，要按 shift dungeon 啊。说答案是六十多来的，OK？答案是67.38度，完了，就是这样。所考试出的比较多是类似这样的题目的，OK？那什么呀？我看一下，哦哦，还有一点点，OK。说、so, 这些是差哦，这是另外一个概念吧？一样了，synchronous dungeon 过后，嗯，OK 啊，大家，我们今天到这里先啊，OK，把你写的东西拍照 submit 上来。说、so, 现在哈、哦，我给你一点点东西啊，OK，我们将来哈，因为哈、哦，就是你，我也逼不到你做什么东西哈、哦。现在哈、哦，也不是讲我要逼你还是怎样，说、so, 我真是在这边帮你们的哈，知道吗？OK，我的帮就是你，甚至你觉得哦很闷哦，我根本就进不到头脑，你也是要跟我讲，因为我才知道可以怎样帮你嘛，是不是？OK，so、okay? 我可是有的人哦，他的帮是需要推动，好像我自己这样哦。如果是我做功课啊，老师没有推我，我不会做，你知道吗？我要等到最后一分钟啊，差不多要被骂我才会做的。我自己是这样的，所以我知道。所以有的人确实也是要被推动一下的，所以我还是会推一下，可是我不会骂你。OK。你我可以帮你的东西就这样，我给你一点东西去读。好像如果这一个星期你真的是想要读一点东西的话，数学啊，OK，其他刚才那些太迟了，其他 subject，数学啊，你把这个东西背起来，可以很快的。尤其是那些已经很熟百德格勒小，更需要这四组啊，OK，Sajara 那些你看读到什么了哈？Sajara maybe 可以，你可以背刚才那几个族群。沙巴什么族群？沙拉瓦什么族群？今天我们能做的就是这样，每一天每一堂课啦，有一小样东西你是下定决心要背起来的。这样的话，每一堂课都进步一点嘛，OK 吗？哦，一点一点啊，不压力的，OK 啊，大家，我们先到这边先，OK，下个星期见啦，拜拜，everybody。对，这么按不到。